以射击为主轴，描写人类对抗兽族。台湾最红的 Xbox 游戏《战争机器》将由微软主导，结合其他热卖游戏，要在直播平台 Twitch 上开启 Xbox官方直播平台。第一个主要呢，我们可以提供第一手最直接的我们的游戏，那可以第二个呢，可以直接做互动，那包括玩家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。看别人打电动也很爽快，全球风行的直播市场让微软积极切入，找来网络红人杰哥，甚至是艺人沈玉琳当起实况主，要跟玩家直接互动，反攻游戏市场。现在 Twitch 事实上变成一个年轻人甚至一些网络互动的一个 social media 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，那可以让消费者第一手了解到产品，甚至呢参与互动。卖座战争机器包括 Xbox One 一起卖，限量销售的手法其实 Sony 也在做，深红的机壳混搭黑色，这是潜龙谍影 PS4 同捆机，而两大游戏主机 PK， PS4 热卖2500万台，反观 Xbox One 只有一半的销量，让微软想靠直播平台返回一城。三立新闻林广中台报道。